嗨，这是我来到西雅图的第三个礼拜。那这个礼拜陪 Jenny 去做了植牙的手术，还有去采了野生黑莓。这个上礼拜有跟你们预告过，然后我们才有去一个很漂亮的湖边游泳。那我们就来看影片吧。等一下要去做植牙，好紧张，好紧张。在这边等 Jenny 做植牙手术。风景不错，还有 WiFi 哦。Baby, how do you feel? Wow, 讲话还是可以讲，可是我的舌头好像有卡住了。今天采黑莓，黑莓真的是我们放在这里之后就要先稍微再等。黑莓果冻，果酱啊 ，but it's like jelly。我们只有加两个原料，就只是糖跟黑莓而已。嗯，很好吃，很像桑葚哎。嗯，给自己打几分？两种原料做这样，150分。果酱是娟你自己做的。我们现在要去游泳。So a while ago. Yeah, they like to talk about them. 请问您现在的感想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我在 fix my life jacket. But it doesn't work. 好冷哦。好冷，要不要？啊？Survival horror game for 1 to 6 players. And worst of all, you don't think you're alone down here. You are really cute. I know.
You need me a lot.摸摸完太开心，尿出来，尿到我的床上了。他现在被强制洗澡。看，不看，不看。摸摸。被强制洗澡。No, he's panicking. 现在躲起来。很臭啊！哦，整个床单都拆掉了，看到了没？他的尿尿。这个礼拜其实我跟 Jenny 还有一起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有试吃了一个神奇小软糖。那我把这支影片放在番外篇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哦。那这个礼拜的影片就先到这边。如果你对这支影片有任何想法，欢迎跟我分享。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个赞哦。那我们下礼拜见，拜拜。